这个屏幕老是会有弹出来的一个消息。哎，你们怎么还没有睡啊？是可以直接讲吗？因为几点啊？是可以讲。哦。哦，下半夜了。一点多。我睡觉，别直播。对啊。我们我看不到，太快了。那个飘的可以看到，是不是？热巴的超级迷妹，因为看你啊，晚上一点多，一点多。哎呦。我们这边现在几点？五点五十一，快六点了。这是什么酒？哈喽。哦，对。我们这次来中英电影节是为了，为了支持傲娇与偏见。为了支持傲娇与偏见。为了宣传。大家上映的时候会去看吗？《傲娇与偏见》。跟你走去哪里？别抖，我不想抖。但是，为什么今天的手机特别的沉重？机场看。喵喵。晚上七大姑八大姨。讲真，真的，讲真，你们会去看吗？那《傲娇与偏见》。